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扫地。各位不要小看扫地哦，扫地呢这个动作啊，其实啊，哦，它是非常非常的呢，来旺居家风水的。你不要小看一个扫地哦，扫地来讲啊，它其实呢有几个现象。第一个，是不是啊，它会在那边扫来扫去，所以你会在那边动。那只要你一动起来，第一个，你的气场就会跟着起来。你在扫地的这个过程，是不是把一堆二黑五黄都扫掉？哎，因为灰尘它就属二黑五黄，所以在理气里面的凶，你也把它扫掉了。所以扫地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旺风水的一个动作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哎，扫地好累哦。这时候，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，有扫地机器人，所以扫地机器人你就让它自己在那边动，在那边跑嘛。它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，所以扫地机器人它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风水物啊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